我的火车我的火车喂啊啊！这一集真是啊，多灾多难啊！我的火车不见了。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Yeah, what up, 大家好，我是 Fashion Boy， 飞熊记哈仔。我原本想说，大家非常想念丑逼到这山，我就把这个降帅的主题带回来给大家看。结果我要拍的两个地方都不能拍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坐什么车啊？坐我的车，谁会想到还没有退呢？我做完 research 了，我 check 了时间表过了2:15嘛，去到问柜台跟我讲打的 train。Anyway， 先把今天的嘉宾介绍出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有 Mushy Raya。来，Yo, 大家好，我是。啊，这条嘴呢，就看到伟鸿上来我节目，还超级要上节目哦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今天期待穿上 Pokemon 的衣服，做伟鸿二号上来。哇，那你们或许知道吗？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叫 RXG， 如果不懂的话，现在可以去 Rexcon Top 那边浏览。那前几天就晒了最新系列的衣服给我讲，哎，不要帮我拍造型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自己拍啊？有颜值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不如我就带他来拍一场。因为 RX 最新系列是走军事风的，我想说，哎，军事风它是找一些废墟嘛，所以就特地把你找了一个有那种复古中世纪二战火车 feel 的地方来拍这一场的造型刀。不，我剩下一个火车轨道啊，我现在。啊！主题就在那里，这不要紧，我就是帅的嘛 ，Fashion Man 拍的东西很随性，很 spontaneous 的，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换等一下。第二丑逼大作战，我们挑战就是去到哪里觉得适合就下车拍，简称叫乱乱拍。这个叫 freestyle。你要讲秋雨 Lego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正式启程。所以这一路上呢，非常多的那种修车厂和废墟的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地方适合拍这种七里香 feel。我还以为今天主题是七里香呢。哎哎、欸，不要被撞到，我们就香了，真的。差你香啊！差你香 Q 是吧？我们一路向北，然后以父之名，我就叫你停在这边，看到吗？有没有这种磁场之战的 feel？ 有啊！我跟你讲有了。我只是怕有野狗而已了。啊，我是怕这个，我们转进去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原本要驾我的车的，因为着陆都快一点嘛。上你的车要爬上去啊、哦！来，转左，这边进。哇，只有那个最后的战役的 feel， 也是。哇，这什么？法力铁塔？就是偷车的地方嘛。我们这个没。今天我的任务非常重大，除了拍照之外，还把它做造型。他们有信心。哎，这个显美哎。哇。我的最爱。这是你的最爱，这是什么？阿德罗。阿德罗。因为现在我们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，我先给你在这个车这边拍先。哇喂，这个有草本基地 feel 哎喂，哇，整个摆 pose 是最难的哦，很圆头好一样，可以，我教你。啊，像这样的环境哦，我们就看到上面有这样多东西，这样多线条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沿路的线条哪一个构图。不可以。不可以，恐慌不可以。那么你都还都卡卡了，我一定。I am for diplomas, my persona in aroma. Could have told you I don't give a shit. Signed a bigger contract, so I could talk some bigger shit. Police pull you over, they be trying to give a nigga shit. I be such a gentleman, they came to see some nigga shit. She just wanna cut, I wanna cut as in a bigger shit.我找那个有 feel 的东西，你像战那种战场的东西哦。就这个牌，我们一开始很帅。辛苦吗 ？YouTuber 不容易打，你姐姐不是当 YouTuber， 姐姐是当 model 呢。真的是大寒搭西寒啊，真的。最重要的是哦。那个天气反复无常，
双船就跟你要下雨这样哦，一下黑一下暗这样哦。那、yeah, 这是不好玩了、啊。然后现在是 day two， 我们就来这工厂区这边哦，还因为还有很多这些 container。哇！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用这边的环境哦，来拍出一些比较 man、比较硬的照片。但是在这边，我要跟所有我的小飞侠、我的观众讲，如果你们真的是出来挑战这个丑逼大作战的话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最近发生很多天灾，很多奇奇怪的事情发生，大家爱惜自己生命。OK， 如果看到有野狗啊，或者是蛇啊，全部就要快点跑，要小心你的环境。OK， 要小心，好不好 ？Let go。那边不错喂，这个 feel 很美啊喂，哦 ，Hester 卡勒。哇，有没有冒险的 feel？ 有吗？哇，会有蛇就在外面跳，哇，像希腊神话这样喂。哇，突然间好像来有一个。平时在电影才会看到的地方，我刚才来的时候就发现到这地方蛮美，因为它整个不错的构图。Lego， 哇，就是帅了不？再怎么拍照一定要讲，因为我不帅，只要给自己信心。我就帅了吗？满意吗，哥？应该是不错了耶、yeah, 以后你就成功进军 YouTube。 我相信很多人在 Instagram 拍照的时候都会 hashtag 丑逼大作战，或者看到你朋友也 hashtag 丑逼大作战、这些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很多人喜欢这东西嘛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丑逼大战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啊，这是我在2018年发起的一个全民运动，对的，就是要大家去很丑的地方装逼拍照啊，拍一张很牛逼的照片都放在 Instagram 去人家去欣赏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们去拍照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的哈，不要突然穿进去那些很危险的地方，给蛇咬啊，然后给老虎追啊，或者给风叮啊，啊，咁啊真系唔关我事，我系无辜嘅。我纯粹系想大家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重新认真成个世界，千祈唔好嚟 claim 通油费。系啦，唔关我哋事，我你哋小心啲啦，好唔好？啱啦，过后加上我哋有清场嘅，我哋有清场嘅，好安全嘅状态之下影相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嘅话，记得分享两次，看个八次，看你爱上我直播，也记得我 page follow 一下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、记得打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还有着急的 hashtag 丑逼大作战，不要在家里 hashtag 啊，不要在镜子里面自拍 hashtag 啊，人家会觉得。丑皮是讲你自己丑的，那我是讲去很丑的地方，不在你自拍的 hashtag。好啦，是耍找对了 location 啦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还有个东西忘记讲，来你自己讲。OK。来。先嗨先嗨，有点 Rex 先嗨啊。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Rexagon 最新的系列上线了，那去哪里可以看你的新 collection？ 来了，我们官网 www.rexagon.com， 欢迎大家干爹。各位干爹妈，妈的！各位干爹靠你们了，好吧，我表演完了。哎，各位干爹们靠你们了。所以我的新系列全部在官网，大家去看了哈，拜拜。好。Like kiss. Say kiss. No kiss.